大家好，我是威朗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探险的。那这个探险地方呢，在我家的后山。那后山这边呢，有一个以前没有人拍过的一个瀑布。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，因为这个瀑布是耆老相传的哦。那我爸告诉我说，这边有一个瀑布可以拍一下。那这个瀑布拍完之后，再带大家去看一个我们这里的一个滑水道，分享的一个滑水道跟跳水池。那我们现在就往这瀑布走吧，在这里。从那个产业道路停车的地方呢，大概走了五分钟，就会看到这个小瀑布，后面这个。好，这边就是一个小瀑布。好，那我们的目的地不是这里啊，在上面那边。我刚以为这个中间的瀑布呢，就是最后一个哦，但是我刚看到那个阳光洒在那个上面那个瀑布上面哦，非常漂亮。那我们这里应该上面那个，我们上去吧。
看那段有点危险哦，因为是从那个90度的峭壁爬上来的。那边那我等一下想想要怎么回去啊？那我们继续往上走吧。想要爬上去那个瀑布上面拍一下那个侧面，因为它被挡住哦，结果右手整个滑下来，超惊险的，因为滑下去直接是下面的。这个瀑布呢，在我们的部落，那我们的部落的泰鲁格名字叫做自雅干，那这个瀑布的名字呢，我就给它取名为自雅干瀑布哦。那如果有想要探险的朋友，就可以来这边哦。那其实它骑车停到那个青山溪那边，只要走过来只要半小时啊，然后再爬上来只要大概20分钟。那这个上神瀑布比较难嘛，因为它爬峭壁，所以你可能要选择另外一条比较好走路。我刚才走那个路是比较危险的哦，那就尽量不要走到这个滑水到了这个瀑布中间，因为刚才摔下去，摔下去的手就骨折了，像两个手都是那个擦伤，非常危险。那这个自雅干瀑布呢，它的早上来比较漂亮，因为它的阳光就是洒在这个瀑布上面哦，就有这个反光的作用哦，这个美感非常漂亮，像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下回去哦，那我走另外一条比较有植被的一个路下去哦，不然刚才那路太危险了，我们走吧。那我现在要找另外一条路下去哦，但找不到，因为我想去左边那边那条溪比较好，
比较小，应该可以比较好下降。那谁知道我一直往上爬，没有录下去哦。那我的旁边呢，就是这个瀑布的上层。这里都是那个山羊睡觉的洞穴，那个山羊大便。跟我想的一样，它从上面的零线呢骑上去呢，就一个比较好的路，可以直接切往这个下面这条比较小的溪流。那现在因为才10:30，那我再往上走一个小时，看上面还有什么东西哦。那我们就走吧。那我的后方呢，就是这个小支流这个溪，它上来的那个最高点哦。那因为这个溪流它好像没什么水哦，所以可以判断说上面应该是没有什么瀑布啊，因为这个等高线好像到上面也没有多几百公尺，所以我们这个小溪流就先到这边拍到这里哦，就是一个哦涓涓细流的小瀑布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还是翻过去这个林线看一下那边那个河往上会到哪里哦。那我们走吧。Thank you.